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。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在野外搭帐篷露营真的好好玩呢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。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在野外搭帐篷露营真的好好玩呢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。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在野外搭帐篷露营真的好好玩呢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。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在野外搭帐篷露营真的好好玩呢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
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！在野外搭帐篷露营，真的好好玩呢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！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在野外搭帐篷露营，真的好好玩呢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在野外搭帐篷露营，真的好好玩呢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在野外搭帐篷露营，真的好好玩呢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
外搭帐篷露营，真的好好玩呢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，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。在野外搭帐篷露营，真的好好玩呢。